是借口，两颗心都堵在胸口。案子的事情就全权托付给你们俩了，放心吧，没问题。还有一件事情秦律师应该不知道。什么？杨华会跟我一起走。亲爱的，你怎么这么幽默呀？杨华又不是你的行李，还跟你一起走，怎么走啊？打包托运啊？他俩已经离婚了。什么？秦氏，你跟杨华离婚了，你怎么没告诉我呢？我才是下一个呀，你怎么能插队呢？哎，我们家秦氏为你的案子尽心尽力的，你倒好，还想把她老公拐到澳洲去，合适吗？哎，我真的生气了啊。他不会跟你去的。我明天中午11:30的飞机，有本事呢你就留住他。我先走了。别回头，跟我走。走了，喂，快追啊！哎，真走了！你们家秦律师要开窍，需要下点猛药啊！我不知道为什么你们两个人明明彼此相爱，却要闹这样的别扭。不过有一点我能看出来，就是你喜欢他，很喜欢，对吗？非常非常喜欢，从来没有像喜欢任何人一样喜欢。当我面儿就不能含蓄点？抱歉。所以你就更得听我的了。你跟他之间这段路，哪怕你向他走了99步，可最后这一步也必须是他走向你，明白了吗？